台湾爱是大家。吹捧你，这样来讲，真正呢，你是我心目中体格上水的嫂子，真的呢，迄非常匀称的身材，安尼哦，唔是你蒙伊，好对吧？哈，对。今嘛，介绍我呢 ，Angel 哈，我那赶快要倒来好听。我虽然讲这嫂子那点呢，拢处于一种感冒的症状安尼哦，为什么呢？安尼？我唔知。迄个喉咙是已经嗨起啊，嗨起啊。啊，你有去用检查无？有啊。你爱去妇产科，隔壁的耳鼻喉科哈，去看卖下了哈。有病得爱较紧医的啊，知无？看你是到底是发音不对，还是真的长茧啊？好 ，OK， 好不好？来，啊，今麦介绍给我呢，体格非常非常之赞的这个 Angel 呢，要来给咱摆一首《安娜》，安娜，我是安娜，来，我来带来一首江蕙的歌曲《安娜》，共同欣赏，谢谢，安娜。安娜，你讲无我唔错，无你我唔嫁，唔使记记伊啊。
新歌老歌中国歌，只要人家介意听的歌，阮拢会查某囡仔拢尽量安排安尼。然后阮这查某囡仔呢，伊行的路线会尽量咧改变啦吼。相信咱也常常有咧啊注意伊的这查某囡，哎，人客就拢知影安尼。阮这查某囡拢又开始咧改变啦安尼。之前我拢会甲伊讲，哎，你较适合唱迄个抒情歌曲，有听进去，听一半而已。但本来就是一半一半啦。好，你嘛袂当讲拢就唱抒情的安尼，唔知人客当作讲这查某囡是咧抒春啊嘛？哎，咁也是安尼。无啦。没啦吼，啊！来最近呢，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，我再找见，即马最近拢变啊足闲的吼。啊对。啊闲伫厝拢创啥？无创啥。那无去摕一挂手工倒来做安尼吼。我顶下时候真正去咧问人手工安尼吼，做两个月前问到一单。啊，拢未去摕。头家拢未送来啊。吓，头家因某咧生囝安尼啦，吓啦，啊所以就拢无啊啦。对啊。无机会安尼，无连赚钱的机会都拢无安尼吼。吓啊，所以咱来好好把握咱会当赚钱的机会。做咩找囡仔玩好？珍惜哦，哈，好来啦！啊，即摆继续，赶快要搁唱歌吗？啊，系啊，吼系，啊，虾米叫做系啊？系啊，系啊，是虾米国的话安尼？系啊，就是台湾国语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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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！所以即摆个是要唱歌嘛？系，对啦，因为这张囡仔多才多艺安尼啊，我本今仔是要安排弹古筝啦，别叫你啥安尼啦，拉小提琴。那唱啊大声啦，虾米拉小提琴？我嘛弹二胡做小提琴，来安尼啦吼。因为今天才艺呢，啊，集一才艺于一身，对啊，你找囡仔这当活人，可以讲多才多艺，对，知无？所以最近咧学啥物？二胡还是小提琴？最近咧吹口琴啦，吼，连刚有机会再来给咱安排吼。来，阿姐嘛，吼，咱的 Angel 继续带来《归乡路》。来，王菲的歌曲《归乡路》，让我们再来给咱欣赏啊，谢谢。